房东阿姨说了，露露女神叫来了。我的露露女神，对不起。你打死人，没事来。喂，打死了。哎，宝贝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不行，房东阿姨说了，今天我的露露女神叫来了。我如果不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，我怎么见我的露露女神啊？哎，对了，我还买了。你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为什么一个同性来你家，就要搞得这样这样这样？为什么是吸引的人？他很完美吗？身材有多好？腰臀比是多少？毛发？世界上不可能出现比我多。可是平凡不是你的特色吗？要自信。我觉得我自己挺自信的呀。